chuối nghe đây. Yêu Tổ quốc, yêu đồng bào, đang ở chỗ nào, ở yên chỗ đó. Thành phố thì cấm về quê, bạn bè thì cấm ngồi lê tụ tập. Ra đường nhớ đeo khẩu trang, về nhà thì nhớ rửa tay sạch đều. Ai mà nghi nhiễm Covid, báo ngay y tế đi liền cách ly, nghe chưa? भी अपने घरों से बाहर निकलेगा नहीं, तो तोड़ देंगे तुम्हारा शरीर का कोना कोना, मगर होने नहीं देंगे तुमको कोरोना।这个各位村民啊，都吃罢早饭了吧？我先问个事儿啊，那昨天谁把村长发到抖音上了？乡里啊，今儿个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跟恁讲讲。恁只要安心搁家别乱跑，我天天坐着跟恁聊。跟我说啊，国家多放两天假，恁都想想是为啥呀？人员流动会交叉，多留两天陪爸妈，能留一天是一天，千万不要早出发，万一染上那啥啥呀，打工几年都白打。虽然国家掏钱治，这个人受罪都不算了。咱白给国家添那乱，留在家里罪待罚啊！还是那句话啊，白乱跑，白乱跑啊！好，就这吧。这两天这个传染病那么严重，叫你们好好去蹲肚子想下火吗？你们觉得干皮潦草的耐不住了。在这边呢，就严重的提醒一下大家，这几天某位球队人就出去乱舞乱撸、跳脚马球的了。有一位妇女开马甲馆，她这个人口集中，人口在40万人，希望去暂停这个马甲馆一下。特别是我们村委会直接会交代下。喂，滚，喂喂，各位村民请注意，不能出门，尽量不能出门，不能拜年，不能去亚的砸马甲。特别是常回血的呢啊，老天年轻那个快，是最发达啊，到微信红包有个发言。阿们一滚，一哭一直，小鸡一顿，一只一天。天天一天，多不忙，我去干嘛你？各位村民啊，给家从初一待到破五，那是不是都可难受啊？再忍忍。都别慌着出门啊，恁都不出门，那病毒看不见人，他自己都饿死了。恁心里咋想了我都知道，而现在啊不是出去浪的时候，等这个疫情过去啊，啤酒炸鸡带烧烤，火锅自助和汉堡，奶茶蛋糕冰激凌，要吃多少有多少，关键现在都别着急，等住疫情它过去。现在封闭不做好，到时候想吃可是吃不了啊。中啊，大道理你们也都懂，为了全社会啊，为了自己个儿，给家再多待几天啊，都拜着急啊，拜着急啊。大家还坚持几天，马上就要严守呀。如果那这个时候被抓到，导致改封推迟，我们会把那个的名字用大广播播到年底，那隔壁左右都把他骂死他。喂喂喂，马关的父老乡亲，听见了个？这两天喊你们好好的在家的，拔抽去拔抽去，你们个人的是两一回事啦。那个电视上、网上、手机的，好好的在看新型肺炎疫情。你们个人的是两回事情，有些一点都不跑，一点都不慌，一天还今晚玩的动，打窝打窝那个干麻将、干扑克、烤烧烤，哦哟，有些人扣得两文钱不得了了，一天提着两箱水果，这里个秀哈，阿里个秀哈，到处个串门子，像个疯白柳呢。有小米的事情嘛，就有几个锅底阿个亲家来喝辣猪脚杀鸡，再出中秋嘛，喝了醉米日夜日动塌西呢，我忘记你们像是不怕死哦。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不是你把病毒整死，就是病毒把你整死。
而且讨老婆呢，嫁姑娘呢，和房子呢，办酒水呢，就把个证了。人讲多，你认不得哪个带的有病毒，传染着嘛，还是鬼喽。老人鬼事嘛，就简单的证了，先火化，过了再办嘛。你们个人的，这个病是从哪呢？就是我老，看见一只花麻蛇都想去拿来帮他整来吃掉，我老新鲜呢。而且一皮肤一拿来去整来吃，哦吼，鸡蛋炒不糊嘞，现在吃了得病了嘛，成一疯了，班车公交车一下停了。我们马关是宾馆饭店开 TV 烧烤摊一下关掉了，汶川地震非典都比得这样恼火。人家工作人员那再值得给你们宣传吗？有些人像大耳朵主任呢，天天不进去，还要到处工去干干。逗着人家在路上端机测体温吗？还是日够日够呢？你们个人的那些警察医生那些工作人员，为了大家的健康，不分白天晚上的在保护大家，你们还不懂得感恩呢？现在嘛，要会听话了个，乖乖的在家的宅基，老是逼得事情嘛，就个地的干活了嘛。要出去打工呢，先打个电话问下你们老板个，问下哪天上班，把大包小包的去车站的车椅坐不坐，要么去到的半夜逼得上呢，回也回不来，到时候你怎么整？如果有两事情要出去，一定要戴口罩，把去哪里说话吗？打击打击呢，口水一下喷在人家脸上。大家个人的，这个病就是口水传染的了。去山头干活了回来吗？要洗下手，把家的整干净，苍蝇蚊子都少点嘛，病也少点嘛。家的宅子的，发现哪个发热，过么天跟医生说个。满天还做自己不说，还做整个宅子的人嘛，你安的够了。最后呢，我再招呼下大家，有些事情嘛，把听风就是一呢，有俩认不得你嘛，就看中央新闻，看马关新闻嘛。只要大家听招呼，齐心协力呢，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呢。到时候啊，是想讨老婆呢，就可以小米了婚的给讨了；想个整娘，就给整娘了。对了，我就宽这些了。六位十八，欢迎大弟妹们。今年个只病毒啊，整得大哥当冇得拆乖，成日猫到，是不是？鼻骨莫树撞腰烟，唉，也是冇办法。要是出去了，感染了病毒啊，你连莫树你都冇得骨啦。这次政府讲了某站管太性地团，所以呢暂避结婚的推自己人带完个只后日地盘带度呢撞死你的冇了的啦，暂避盘国当道的当照国道就冇盘了，落着身啊就也为肥肥爸爸，至于个事总要瞄着三名牙烟到处串的，你介你是记者啊。啊，我跟你一讲这段时间马上的事就冇要拆门了，至于几时可以拆门呢？张龙想讲几时得拆就几时拆了。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大家，你们会客的路上要注意安全，那么路上有些呢就会设那些监测体温这些，那么你们就要配合，冒石头干将的弄着那些工作人员骨头骨脑的不配合，除了测体温都快得很，就是拿着一个桶紫水枪的费入着你脑门那边啊，一头得的一头一头子就过掉了，不是拿着要叫你架着盖着窝头的费测体温的了，都快得很，好好的配合可是啦。各位邻居各位街坊注意了，少出门多洗手戴口罩，室内勤通风，不聚集不聚餐不互访，不看人流密集场所，
打了喷嚏又咳鼻，打了喷嚏以后不要揉眼睛，远离野生动物，食物煮熟了再吃，注意个人卫生，如有症状及时就医，保护自己，保护家人，爱护他人，防控疫情，我们在一起，为了你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团结起来，坚决打赢疫情阻击战。